得非常的有趣。面具的那个太古表演，我觉得非常的有趣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出来的鬼脸都长得不一样，可是好像有台湾几个谐星跟他们长得很像，那我现在不能说是谁。然后呢，他们刚刚每一个在换不同的面具的时候，那个气势，还有在打鼓的时候，刚刚最后有三个人在打同一个鼓，我就觉得他们不知道谁会去打到谁的手，但他们都非常厉害，因为没有人敲到任何的手，然后气势都有出来，看了觉得就很振奋，振奋完之后就好。